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《All Rider》这款游戏的连接加速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，无论是上线呢，还是我加入别人的队伍，还是别人加入我的队伍，还是说随机匹配，都是非常快的。 在这里呢，建议大家关闭这个游戏的跨平台连接功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款游戏的跨平台连接呢还是 beta 版，它不像战争机器，不像地平线四，不像 COD: 使命召唤那么成熟的跨平台技术。而且这款游戏的连接加速方案呢是类似于战争机器的那种 P2P 的方式，也就是你连接的快慢、延迟是取决于房主的网络。如果队长的网络很差的话，比如说内 t 严格啊，你是进不去他的房间的，或者说即使你进去了，延迟还是很高啊，显示红色的。 然后这款游戏的跨平台现状是这样的啊，如果你是 PC 版做房主的话，那么呢 Xbox 版是加不进去的，或者说加进去了延迟还是很高，显示红色或者黄色。但是呢，如果是 Xbox 版做房主的话，那么呢 PC 版则是可以秒加进来啊，延迟很低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PC 版是有外挂的。 如果你跨平台连接，啊，随机匹配到的那个队长呢是 P 七版，而且还开挂的话，那么呢你的呃战利品的掉落率会提升，你的伤害也会提升。这种和开挂的队长组队是有风险的。然后这款游戏的随机匹配的机制很死啊，它有时候会把你匹配到欧服或者更远的地方，它不是就近原则的匹配。总之这款游戏上市还不到一个月，它的匹配机制，它的跨平台技术呢还是需要优化的，还是需要改进的。 加速器你可以选择带 UDP 转发的地址啊，开启游戏增强模式，或者说啊，一个奇游联机宝，一个网悠 u 也是可以的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是 Net 全开，非常适合做房主，非常适合联机。关于网络优化的教程，我之前也有出过很多期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在这里顺便提一下，光猫可以改桥接模式，然后让路由器来拨号，因为光猫的性能很差嘛。那么呢，怎么改桥接模式呢？你可以打电话给一万号，让人工客服帮你改啊。同时呢，你还可以申请一下那个公网 IP。 一万号是中国电信的，如果你是联通、移动的话，打相应的客服电话就好了。关于路由器的设置优化不在本期视频的讨论范围内，因为要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我现在的方案呢是光猫改桥接模式，同时还申请了公网 IP，然后呢还接了软路由，这个软路由的性能比我之前买的华硕路由器还好很多。然后软路由下面呢还接了一个汽油灵机宝给 Xbox 来加速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是跨平台联机，我现在呢加入 PC 玩家队长的房间啊，看一下这个联机的速度。 这些录像呢都是没有剪辑的啊，完整的实况。好的，我现在的延迟情况呢是黄色的，并不是特别好。好的，接下来是我 Xbox 做房租啊，我邀请朋友进来，我这个队伍啊，看一下这个速度。 好的，他已经加进来了，而且呢，在地图上可以直接看到他。接下来的是我这个 Xbox 玩家加入另外一个 Xbox 玩家的房间啊，也就是非跨平台。 最后呢，是我这边 Xbox 游戏上线的速度。总之呢，为了你的良好的游戏体验，建议呢把这个跨平台连接给关掉，然后呢选对加速器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。如果你不想关掉跨平台联接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 Xbox 或者 PS 的玩家，建议你自己做房主，让 PC 的玩家加入你的队伍，而不是你去加入 PC 玩家的队伍。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双方的游戏体验都是最好的，延迟很低。 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，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游戏的匹配机制、联机机制是怎么样的啊，还有加速的方案啊。好的，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、加个订阅哦，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。好的，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